Continue. Introduce myself. I am Chenguang, a master's student major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at Hohai University in Nanjing, China. In the following presentation, I will introduce myself, research prepared. If you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it later,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by email. To ensure the smoothness of the upcoming presentation, I have chosen to deliver in Chinese, but the PowerPoint slides are in English. Thank you. Okay. 我的论文题目是 Dealing with Negative Samples with Multitask Learning on Span-Based Joint Entity Relation Extraction. 主要是针对采用跨度方法的实例关系处理，涉及到负样本过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选用多任务学习的方法来克服这类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抽取实例的关系。抽取是从废弃库文本中提取实例和实例之间的语义关系，它是众多下游三元任务处理的基础，例如情感分析和图谱构建。 从大的方面来看的话，抽取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传统的 pipeline， 也就是线性抽取，就是关于抽取建立在实体抽取之上的；还有一种就是目前的主流研究方向就是联合抽取。相较于传统的 pipeline joint extraction， 它的优点呢是。 关注了两个子任务之间的联系，并且避免了错误传播。因为 pipeline 方法是先进行实例抽取，然后在实体抽取结果之上进行关于抽取，并且两个参数的那个两 PowerPoint is English， 所以说为了。 提升模型的表现，我们选用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联合实例关系抽取。我们的联合抽取模型是建立在共同的跨度表示之上，并且是共享参数的。主要的现在的策略，根据采取的策略不同，目前的。 抽取模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 token taking models， 就是以序列标注的方式来进行实例关系抽取；另一个是基于跨度的分类方法。序列标注的方式主要就是对于给定的文本嵌入的 token， 将这个 token。 按自己选择的标签分类方式来分配到具体的标签，也就是如我们第一个事例所示，这个 BBR 将 BBR 分配到 BRU 标签，当然也可以选用它的 变体，如 BRLU 标签，也就是说丰富了标签的一些信息，但它的复杂度也稍微上去了。它的问题点在于，如果说当前存在 嵌套实体，也就是说，一类组合它存在着多种的标签组合，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无法进行这样的标注。当然，也有针对于序列标注的方法提升，也就是多层序列标注。这个时候呢，复杂度也相应的上去了。还有一种方法是基于 span classification， 也就是说跨度分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 18年时候，主要流行的，也是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
它呢将它呢主要是对于嵌入的文本，选用一个滑动的窗口，固定大小可变的大小窗口来去选择连续的 token， 并将 token 进行组合，也就是说如图中的 B1、B2、B3，这样的组合呢，我们称之为 span， 也就是连续的跨度。 然后将这些跨度直接进行分配到具体的类别上面去。那么，如果说存在于多个实体的时候呢，这个跨度就会有多个跨度来选择进行分配。它只是它的本身方法的优点就可以解决嵌套实例问题。 我们主要的工作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将多任务学习方法应用到实例管理联合抽取中，对实体识别和关系抽取任务采用多任务框架对候选实体以及实体对进行辨别分类，以此来降低范本对模型性能的影响。对于范本，后面会详细讲述。我们将交并比。 计算方法引入到实体识别子任务中，通过 IOU 引入位置信息，并且以此来解决应付样本问题。并且为了联系两个子任务，我们选择将实体识别的 Logits 与跨度对的嵌入信息合并，以此来丰富关系抽取的输入信息。也就是 PP 讲目前展示的这三点。对于这三点，我们下面会针对于问题点以及解决方法给出我们详细的阐述。对于第一个问题点就是 excessive negative samples， 也就是说采取跨度分类策略，它本身的一个缺陷就是说它本身是将 文本的嵌入以 token 的形式连续选择来拼接成跨度，然后对这个跨度呢进行分类，那么它就会造成如我们所图所示，它这个跨度爆炸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的连续的token 组合，也就是说 span， 那么我们真正的黄金实体只有 可能对于一个 test 的文本，它只有两三个或者说四五个这样的黄金实体，所以说，样本远远大于真样本的数量，这样就会导致模型在学习的时候呢，学习了过多的复样本的特征，从而会对真样本产生误判，从而影响模型的性能。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点呢？ 我们选择使用下面的那个多任务方法来解决。左图展示的是 enriched， 也就是说实体识别部分它产生的复样本的数量。那么相较于 RE 呢，也就是说所有的 enriched 的组合，也就是说如果 enriched 是 n 的话，那么 RE 它就会产生 n 的平方个样本堆。可想而知。 无论是 NER 和 RE， 它都存在着复样本爆炸的问题。好，下面我们引入我们的多任务学习方法。它的主要一个思想呢，就是说我们引入了多任务的框架。这个多任务的框架就是说，在原先的实体识别或者说关系抽取这个子任务上面，我们将这个任务再次进行拆分，将以 命名实体识别为例，我们将命名实体识别分为命名实体辨认以及命名实体分类这两个任务，然后去共同训练这两个任务，以达到命名实体识别这一个任务的作用。具体的来说 ，identification 是一个任务，它就负责判断 yes or no，and classification 它是负责给当前的 span 来分配，is what。
就是说给它来分配当前具体的类别。为什么多任务能够解决范围爆炸的问题？因为它将两个任务来同时进行，以前一个任务的替代，它会将两个任务的参数，共同来训练去调整当之前一个模型的参数，并且会以如果说前面的 identification is no， 那么它在于整个 loss 的一个比重 classification 的比重就会降低，也就是说我们模型里面调整了一些超参数。经过我们后面的研究，就是说当超参数选择 0.5 各自 0.5 的时候，表现是相对较好的。但是我们不选择以传统的那种 pipeline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 pipeline 它本身存在的缺点就是说identification 的任务会影响到 classification， 这样就有悖于我们的初衷了。所以说我们仅将 identification 的结果用来调整我们模型训练的参数。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出我们多任务学习的纯算术的设计。其次，对于前面的 identification，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分类任务。我们选择二元较大中损失去来表示我们一个 loss， 然后计算累加和来表示 loss 一。对于 classification 呢，我们为了防止两个任务同时退化为一个任务，在论文中我们引用了其他人的研究，选择成对排损失，也就是说对于当前的这个数呢，我们给出它的正得分和负得分，并且来计算它们的累加和。这样子呢就保证了两个损失它们的优化最终目标一致，但是具体的方向是不同的。并且在前的研究中也可以指出，对于两个子任务的损失参数的选择，如果是不同的，它们表现是较好的。所以说我们本文也采用同样的损失参数设计，但是并不对这一块进行展开阐述。下面呢是对于硬非样本问题的一个阐述。硬非样本它也是基于跨度模型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难点，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的跨度选择的是连续的 token 表示，所以说它没有引入位置信息，当然也有研究是通过标签的方式来引入位置信息，而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跨度和以前的序列标注进行混合，也就是说是一种混合的用法，我们选择的方式与跨度表示与序列标注并不同，我们选择以同样的跨度的基础上面并不引入标签，而是引入 IOU， 这个在下面的内容会讲。此处我们先来讲述一下硬非样本是什么，然后对于下图中的表示，比如说有两个实体，一个是 drag， 一个是Adverse Effect， 这两个呢，一个是药物，那么一个是副作用。对于其中的副作用来讲，如果说，对，在跨度连续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了 A systemic anophthalate， 这个时候，它与我们的黄金实体，也就是说图中标阴影的部分，它的重合度是很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引入位置信息，模型会很容易的将它判别为正确的样本，因为它与我们的黄金实体的重合度非常的高，其实它的得分也就会非常的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硬非样本问题，但是对于 be manifested，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Ordinary negative samples， 它并没有与我们两个黄金实体中的任何一个进行重合，那么模型在适配它的时候呢，很容易给它判一个比较低的分数。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
下面会对它进行解决。我在我们的论文中呢，我们引用的是 IUU 思想，也就是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也就是说以我们的两个交集去处理它的并集。这个之前在那个图像处理中它引用的比较广泛，但是在文本中我们选择将二维的表示进行压缩到一维，从而在文本当中选择连续片段的时候呢，以左右两个节点的位置信息来判断它们的交集和并集。如右图所示，就是整个它的计算方式呢，就是说是以它的 intersection 除以它的 union。那么我们是如何将 IOU 引入我们的实例管理联合抽取的？因为 IOU 它仅仅涉及到实体部分，如果在实体部分就能够解决掉应付样本问题，那么我们在关于抽取之中仍然可以顺延用这样的一个参数。所以说我们在 NER 的 identification 中来选择引入 IOU 思想。具体的呢，就是说将二维的思想进行压缩到一维，然后呢，对于前面的应付样本问题，如果说我们设 S1 它为hard negative sample， 那么 S2 它是一个黄金实体 golden entity。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以 S1 的R1JE， 也就是说它的位置信息和R2JR 这样的位置信息做一个交并比，然后求出它的 IOU。那么整体它的一个 IOU 呢，我们选择的是 max， 也就是说取它的一个最大值，然后对于这个最大值呢，放入到具体损参数当中，就是我们，所以说对于前面的一些多任务关系中它的一个二元交叉商，我们引入了一个 ENRU 之后呢，并且调整了它的前面的一些参数配置，这个时候呢，二元交叉商它就会进化成一个动态缩放的一个交叉中损失。因为 ENRU 它是会随着当前的文本实例迁入以及当前的 span 它来动态变化的。可以看出我们将 ENRU 的值前面加了一个负号，也就是说当前的span 它的一个得分是会根据它的一个重叠来去做一个负增长，也就是说它是成反比的。所以说当你重合度越高的时候，它的得分反而越低。然而对于普通的样本它是没有重叠的，那么我们就会选择以二元交叉商的方式去判定它。这就是我们在实体识别中引入了 IOU 来增强了我们的一个损失函数。那么 entity logits 呢，就是说我们对于两个关系之间的联合，因为关系之间它需要有很强的一个语义表示，但是呢，对于跨度表示而言，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语义关系。就是说，我们发现在实体识别的结果的 logits 当中，含有比较有用的一些关于实体的一些信息，仅仅是靠一些局部的上下文或者说 CLS 是完全不能够的。所以说，我们将这个 logits 信息引入到RE 的 representation 当中，就是如下所示，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一个 representation 的连接当中呢，选择了 PSE 和 PSR 这两个表示的是一个实体的 logits。 我们将 logits 信息与前面的实体表示并且与上下文进行相连接，一个整体作为整个关系识别的输入，并且对于 RSE 和 RSES2 和 RSRSE 我们选择的是不同的表示方法。因为通常情况下来说 SE 与 S2 的关系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对称性，所以说我们将两个关系的表示使用了不同的方式。对于上下文我们选择同样的方式，但是对于 C and P 我们选择以调换的方式来表示它们的不同。下面就是展示一下我们模型的整个框架。
我们模型是基于 SPERT 来做的，对于representation and quality 表示 span representation， 我们基本上都选择同样的方式，但是在于实体识别和关系提取两个子任务当中，我们以多任务学习的方式来替换掉它先前简单的一个前交传递的一个神经网络。大致的整个模型呢，就是在跨度表示的基础上面去联合训练实体识别和关系收取，然后来共同调整一个参数。对于子任务也是以 identification 和 classification 两个子任务的同时训练来共同调整每个子任务当中的参数。然后整体的 loss 呢是多任务的 loss 以及两个子任务的 loss 相加。对于跨度表示而言，如果说我们不做宽度限制的话，那么对于一个文本，如果它的长度为 n， 那么跨度的最长也可以选择到 n。但是根据我们实际的了解来说，一个文本当中它不可能出现一个较长的一个实体，比如说一句话完整表示一个实体，这样是不太可能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将 with 做了一个具体的宽度限制，并且超参数我们设置为25。对于中间的这个黄色，我们选择的是以预训练语言模型，并且微调来作为我们的文本编码嵌入。然后一个整个的跨度表示呢，我们选择引入 BERT 它的上下文表示，同样加入到我们的跨度信息当中，来丰富跨度的语义表示。建立在我们的模型之上，我们选择以联合训练的方式去训练我们的模型，并且为了防止错误起点，我们会选择，对于我们的预测函数呢，我们选择的是承对排损失它的分类任务来进行实体和关系的预测，并不会将 identification 的结果影响到，我们整体的预测。仅仅将 identification 作为一个整体模型训练参数的一个调整的作用。下面也就是我们对于实验的说明。首先呢，我们的数据集呢是建立在三个公共数据集上面的，就是 CONLL04 和 SCIERC and ATE。它们的数据呢相当于是各有特点。CONLL04 呢，它是有四个实体，并且五个关系。然后呢，对于 SCIERC 呢，它是相当于一个是科学文本，就是说类似于论文这样的一个科学文本，它呢对于实体识别的要求比较高一点。而 ADE 来说呢，它仅仅是有两个实体，并且只有一个关系，所以说它的一个评判方式比较特别。对于数据的拆分呢，我们选择以同样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10交叉进行区分，要么就是28区分。我们选择以前研究同样的方式来进行数据的拆分。下面就是我们整体的对于我们实验在于其他几个数据上面，跑了一个整体的实验结果，并且与近几年的几个比较先进的模型的一个对比，也是在我们论文中进行详细阐述的。从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啊，我们的模型相较于我们的基线模型 SPERT，具有了一个明显的性能上升。但是呢，在 CONLL04 当中呢，我们的数据对于 NER 的表现相对较好，但是对于 RE 的表现呢，并不是那么突出，因为我们仅仅只是选择加上一层 Logits 来丰富它的语义表示，并没有在 RE 的这个任务当中做过多的一个调整，并且我们的模型还是比较相对于在 RE 任务当中的模型还是相对于简单的，但是在 SCIERC 当中，我们的模型取得了较为优秀的一个表现。你除了在 RE 的 presentation 精确率当中不太行，但是在其他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差不多将近两个点的提升。在 ADE 数据当中呢，我们在 NER 的 recall 召回率当中取得了一个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在于其他的
结果呢，均没有糖等人的表现高，但是相较于其他的几个模型，我们还是做了一定的性能提升，所以说总体而言，我们的实验结果是相对较好的。对于我们论文提出的三个点呢，也就是说，一个是多任务学习，还有一个就是实体 Logits，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引入的实体 I/O 有损失。为了进一步确认他们的对于我们模型的影响，我们选择了消融实验，也就是说，但是我们仅仅只在 SAR/ERC 当前这个数据一个数据上面进行了我们的消融实验。可以看到，MTL 它呢取得了差不多将近一个点的提升，Anti Logits 呢也取得了相对较好的一个提升吧，但是仅仅在 RE 部分，但是在 NER 部分。并没有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是联合训练的，所以说也能产生相对于差不多将近0.5个点的效益提升。在 ERIO 呢，它对于 NER 的作用可以看到是非常明显的，将近提升了1%。这是我们的消融实验，感觉到我们三个点呢，对于我们的模型都具有较好的一个提升。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提出一个点，就是多任务学习方法，它对于负样本的处理是有一个较好的结果的。我们当前采用的表格呢，是在我们的基线模型当中，SPERT.MT，SPERT 它对于负样本的一个处理，可以看出，在前阶段，我们随着负样本数量的提升，它是有教于我们模型去学习到一个较好的一个正负样本特征的。但是呢，随着负样本再次在80左右开始，它再去提升的话呢，比如说120，就是30一个点，以及140差不多一个点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个模型性能下降。这时候呢，负样本它的作用呢，可能就是过于超过了我们的正样本，然后呢，导致模型它学到了过多的负样本特征，从而进行正样本的误判。可以看到。我们的多任务学习方法，它一个是延伸了它，我们来到这个模型性能顶峰，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相较于 SPERT 的基线模型，它的峰值来得较晚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处理更多的负样本，并且在整体的这个形式比较而言呢，随着负样本的提升，我们的模型的整个表现都是要较好于SPERT 的基线模型的，可以看到我们提出的论点，多任务学习它确实是对这个负样本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并且能够提高模型的表现。那么整体我们这次汇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具体的呢我可以去详细的看我们的论文。好的。